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鸽子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迷你世界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个地图呀，它的名字叫做考上100分成为学霸啊。不知道呢，我能考多少分，能不能成为学霸，这是一个问题啊。那看到这里的小伙伴呢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啊？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玩迷你世界的小伙伴，不小心被鸽子猜中了，那你就给鸽子点个关注吧，因为鸽子最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了。能不能成为学霸呀？我现在才成为学霸，才修炼了四分之一呀，这25分显然是不够的呀。看我甩剑，不要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我会紧张的。哎，这个小家伙好坏啊，他想把我挤下去。我跳 ，OK， 我们现在呢已经获得了这个是多少分啊？我也不清楚。现在继续向前走啊！哇塞，40分了。好的，已经50分了，成为学霸的1/5了。上来，再跳到这个灯上去，它这个跑酷地图还挺新颖的。我们再来跳这个灯上去，然后再上一个，上，这一关要二段跳，加油哦！那当然是没问题的，上去，看来轻轻松松啊，没有什么压力。上，加油，奥利给，没问题，我现在已经考及格了，80了，现在呢已经优秀了。我们看这个上面呢，它是焊死了，我们上不去啊。但它这个星光袍子好滑呀，我得要小心着，我不能跳下去，掉下去可就前功尽弃了呀。哇，这个水流，哇！冲！哇，马上就100分了。上，好的，我获得了100分。那现在呢，已经成为一个学霸了。好在我们有这个能量剑啊，下方呢是有人挡着我们的。看来呢，这是一份150分的卷子呀！哎呀，OK， 我们这个是过关了。好的，小伙伴们，那我们本期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，也祝大家人人都成为大学霸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